的读者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 Kit 陈洁仪。我觉得女人最大的武器就是让人意想不到，让她来的措施不及 ，an element of surprise。一个女人应该具备的三个特点，我觉得是自信、爱心还有幽默。我会喜欢这样的女